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还顺利吗？没受什么伤吧？哦，看起来没有缺胳膊少腿的。那些信物的线索你们查得怎么样？韩星会居然都跑到荆州耀武扬威了，看来这次动荡比我想的还要严重呢。不知道，虽然听说过他们，但我最多也只是接触过残星会的一些边缘小喽啰，他们一直在研究如何人工诱导产生共鸣，说什么力量无分好坏，人人都应该获得共鸣的力量。他们会将残像通过机械改造的方式与人类身体进行耦合，以获取共鸣的能力。他们将改造后的人称为造将，并为残星会所用，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获取力量，恕我无法认同。那个伤痕听起来和那些人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他是不是强得可怕？他并没有伤害我和漂泊者的意思，从头至尾都没有动过真格，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也许这也是令尹想要传达给你的信息之一。没想到那个村子里居然发生过这种事情。你们把消息同步给我之后，我去查了治安署的案件卷宗，这是一宗早前的案件了，早在现任令尹就任之前就已经进行过后续处理且归档了。后来怎么样了？放心吧，犯罪者已经伏法，大部分村民也都被迁移安置到了新的地方。不过你们提到的那个小女孩，治安署里并没有她的信息。看来确实是伤痕把那个女孩带走了。如果我们能抓到伤痕，哦，我实在搞不明白令尹把漂泊者引向奇池村是为了什么。伤痕甚至在那儿散布了一些误导的信息，漂泊者的意思是残星会想把漂泊者引向奇池村，通过事件向漂泊者传递一些信息，令尹反而为后，是在提醒。令尹事先知道残星会一定会把你引到那里，且残星会的人并不会真的伤害你，此举是在提醒你，残星会恐怕早就盯上你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令尹如果事先知道必定有所行动。我咋没大听懂漂泊者说的话啊？曾改变过荆州历史的人，即将要复苏的名士引发的战争，暗流涌动的残星会，如果这些线索指向的都是你的身份，那么你究竟是谁呢？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依旧是漂泊者，我们认识的漂泊者，还是那个能生吞残像探讨深海的漂泊者。唉，这么看信物的线索咱们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只剩下那个日晷了吧。莫特斐先生说过，那个日晷实际上是个榫卯机关盒，里面或许有令尹真正想要告诉漂泊者的信息。南方朱雀，未时朱雀，他们合起来所指向的或许就是这个机关打开的关键吧。那漂泊者现在试试。鬼轮外圈代表的是时间，我们要将正确时间对准曲形指针指向之处，也就是十二地之中的。看来未时是正确的信息。那接下来鬼盘中央四角代表的是方位，我们要将正确方位对准曲形指针指向之处。东为青龙，西为白虎，南为朱雀，北为玄武。我们得到的提示多次强调的方位是
真的解开了，厉害！啊，是不是我们不能看的？快，洋洋，我们背过去，背过去。没事没事，你先看你先看，快看看上面说的是什么。是黄龙特有的数据库名称，它的所在之处是个秘密，听说类书包含了所在区域所有重要的数据资料，说是可以解答一切难题，可以说是黄龙的数据资料命脉。自由时期由岁主掌管，由当地令营掌握开放权限，但几乎不对外开放。听起来像是边庭的保险库，数据资料层面上的。在那里获得的信息是最全面最准确的，漂泊者如果能从黄览类书中了解自己的身份，我想可以证明两件事：漂泊者的过去一定是跟荆州有关联的，那漂泊者的身份恐怕不简单。对荆州乃至黄龙来说，重要的客人。总感觉我们是不是误打误撞结识了什么了不起的超级大人物了？怎么了，漂泊者？是日晷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是荆州的政治中心，在地理上它确实也是中心。建州时边庭是最早建立的，它是一切方位的起点。漂泊者为什么这么问？明白明白。你看，我就说吧，秘密行动，机密中的机密。哎，不用担心，洋洋，跟令尹会面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吧？放心放心。哎，你是存心要让洋洋不安心的是吧？好，漂泊者，请一切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通道。毫不意外，看来那边就是数据库的入口了。有一部分建筑被隐藏在水下，是以水位升降隐藏路径的机关，看来谜题还在继续，先去中间那个设施看看吧。原来如此，这个控制台的确是类似乐器的构造，但看上去缺少了五个关键的音律，不能成曲，也就是说补上缺失的五个音符中的数据奏响乐曲才能开启通往数据库的大门吗？供音台后面似乎有什么声音。这个音符中的数据应该是缺失的音律之一，把它接入供音台试试。台中的一段音律被点亮了，那边的龙鼓似乎能够敲响了。从水下升起的龙钟，鸣钟寻图。原来如此，第一个谜题已经解决了，接下来是那边了，去找找其他的音符吧。边庭之中出现了残像，并非实体，是数据投影的守卫，但即使被破坏也没有启动完全警戒模式，只是除去守卫。这里也有些太过安静了，这是关于下一个音符的情报，像是指明了所在方位，但最后一句指的又是什么？似乎在西边听到了乐声。第二个音符也找到了，把它放回去吧。水位下降了，东西方各出现两个龙骨，其他音符的线索应该在那边，下去看看吧。被锁住了，看来要先启动另一个。这边才是正确的通路，精准但点到极致的指引，果然是那位令尹的风格。
另一侧的龙骨也解锁了。保险起见，在离开这里之前去看看吧。酬劳之外的收获归你。水中升起了另一座龙珠，但还处于锁定状态，得要想办法把通路连接过来。尽其用。那边传来的乐声，是音壶。果然在这里，先解决守卫。云亭中地。况且是黄龙的数据命脉，居然只靠残像投影守卫之手。如果我的推论正确，第三个鹰壶也到手了。回到公音台吧。有机会派上用场。有新的平台升起来了，鸣钟寻途，去接通道路吧。这种感觉是事前哦，是阴火的声音。这是第四段缺失的音律，快要接近尾声了。水位完全退下去了，剩下的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还真是盛大的欢迎。
很沉了。放下怜悯。速战速决。所有音律已经集齐，回到观音台吧。这样一来，通往数据库的大门就能打开了。这里就是黄蓝泪树。传说能够解答一切的数据库，空无一人，令尹似乎不在这里。在等他赴约这段时间里，先看看有没有能够调查的数据吧。感谢你的带路呢，漂泊者，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真让人想从里到外一点点挖干净，然后摧毁殆尽。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出现呢，漂泊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个圈套。有意思，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这样能困住我吧？别想逃！我很想留下来陪你们玩一场，可惜，朋友们，再会了。别想，就这样离开。找准时机，停止。目标已确认。
知道我跟在你身后了，漂泊者。我的幻境需要里外联合才能打破，你身边总有摘也摘不干净、心有灵犀的帮手呢。你和精灵影提前联手，我可是有些伤心了。真是受人欢迎呢。漂泊者，你没事吧？当然没事了，我哪里忍心真的伤到他。漂泊者，这次的失败是我对你的献礼，表达我的诚意，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们刚才的对话。而你选择我，我将知无不言。
原来如此，看来令尹大人还是快人一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呀。那作为你们的成果，我很想知道这一切谋划是什么时候完成的。现在已经打开了机关盒，拿到了令尹传递的会面信息，只有路线没有时间，总觉得没那么简单。日晷鬼面上的方位时间信息因为旋转轮盘重新组合了，在固定的光源下指针形成了阴影头像，以边庭作为方位的中心，玄武方向北侧丑时凌晨天将明未明之时。三日为期，看来你我都未食月，请容我正式自我介绍一次。我是金溪，很高兴见到你，漂泊者。之前确实意外缠身，匆忙之间只得留下信物，怠慢贵客，实在抱歉。荆州的岁主现在不在荆州，是的，岁主是文明的引导者和守护者，亦代表了文明本身。岁主不在位，则必有动乱，此事牵扯重大，还望漂泊者能够保密。残星会困住了荆州的岁主局，而此前我正在全力调查寻找，这也是我无法与您提前会面的原因。是的，因此我与爵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感，他的记忆感受及处境会反映在我身上，虽然并不会那么清晰。并没有，我能感受到觉得处境危险，且通过这几日的调查，我已知晓是谁主导了这一切。是残星会想要提前悲鸣，引发灾难，而残星会的会间伤痕踏入荆州这片土地有三个目的：跟随并测试，招来你加入他们，带走岁主绝和引导民事苏醒。我想他们也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知晓你的特别之处吧，极有可能是通过绝，而你的加入无疑会壮大他们的力量。如果你拒绝加入残星会，那他们可能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变数影响他们的计划，你的安危会受到威胁。我现在倒是有个办法可以捉住伤痕，只要他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残星会短时间内应该就不会再干扰你。如果你愿意协助，我会在行动中确保你的安全。
感谢你的信任，漂泊者。不过，看来这段时间你已经通过信物知晓了很多的信息。不愧是漂泊者。现今荆州的情况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严重，名士即将再次复苏，他们是文明的敌人，是集体意志的隐忧与心魔，是必须要打败的劲敌。我们尽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但残星会从中作梗，企图尽快唤醒名士。是的，漂泊者之前打败且吸收的残像无关者，是具象化了战争行为本身的残像，战死者的怨恨，偷生者的恐惧，构成了无关者的全部。无关者是拥有明示力量的残像。如若说荆州作为黄龙的关口，文明的脊梁在于不败的意志及抗争精神，那荆州的心魔则是无休止的战争及恐惧。而你不仅可以肉身吸收明示残像，还能与残像产生共感。在历史记载中，有一位能够肉身吸收残像的英雄，曾在明示战争中拯救了黄龙。在荆州建州的文献里也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个人或许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错，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判断，也是绝对我的指引。云林谷里那座没修完的雕像吗？那个雕刻的就是绝。这样吗？那可以和我说说吗？如果是和绝有关的话，我应该会有所了解。漂泊者，你所说的这些，我之前应该有和你说到过，我和绝可以产生共鸣。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绝经历过的。我曾在共鸣中见过类似的影像，也就是说，这段记忆碎片极有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就是过去那个人，曾在文献中出现的那个人。你曾与绝并肩而立，亲密无间。相比普通人，共鸣者虽然长寿，但确实没有近百年的时间容貌丝毫没有变化的先例。但是你身上的谜点还有许多，时间尺度倒不是最令我惊讶的。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寻找了。绝向你传达的最后一条信息就是前往北洛野找到明示，或许你在那里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明示苏醒，内忧外患，一切都与曾经黄龙古老历史中的那次危机如此相似。也许这就是你到来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寄希望于有从天而降的英雄来替我拯救荆州，我只想让你了解自己的过去。毕竟这应该是你现在最苦恼的事情吧，我希望我能帮到你，仅此而已。如果你愿意为荆州出力，我会很感激，但我不想通过让你了解自己的过去以此为理由去做出要求，
荆州的人民是我的子民，自然也应该由我来亲自守护。这不仅是我的自信，更多的是我对荆州的将士、荆州所有恪尽职守的人民有信心。弄清自己身份后，我相信你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我很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曾经还是现在。在这一切尘埃落定后，如果你想要离开荆州，离开黄龙，我都不会阻拦。如果你需要帮助，也可以随时告知我，这是只属于你我之间的秘密，如何？伤痕，你已在黄龙境内犯下数十起重罪，我现在以金丽颖的身份将你逮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的，我倒是很想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回答。尊敬的令尹大人，无聊的开场白就免了吧，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吧。既然如此，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只能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我们寻找你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那便是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那么我们只好用尽一切办法将你置之死地了，但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们的，一切只是时机未到。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灾难、诅咒、天罚，这是人们对悲鸣再肤浅不过的认知。悲鸣带来死亡，带来毁灭，带来万千残响，他们在悲鸣之中不断的反射、交织、重叠，新的生命、新的文明，只有在悲鸣之中才能诞生。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诀是能够预知并修正未来的岁主，它的存在是我们实现崇高愿景的绊脚石，而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是撕碎那既定的虚假的未来，将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罢了。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明示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他们的奇遇将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悲鸣，将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囚禁诀，唤醒明示，加速悲鸣，仅凭这些目的也足以令你们成为荆州乃至全人类的敌人。也劝你们收起招揽漂泊者的这份心思，漂泊者是荆州的客人，我不会让你们伤害的。好一份冠冕堂皇的说辞，明师的复苏近在眼前，荆州早已内外交困，无暇自保，你们又能强撑多久？既然我们能够粉碎你们的计划一次，那我们同样也能够做到无数次。最后一个问题，牵制诀，跟踪漂泊者，并在七池村设下埋伏，仅凭你一人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么多事情。
除非如今位于荆州境内的残心会会监并不只有我一位，对吗？对于你们的问题，我已经拿出了我全部的诚意，你们知晓与否对我而言都无所谓。你们大可试着来用尽全力阻止我们，但历史的滚滚车轮绝不会因此更折一道。现在我倒是想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始终认为觉得失踪是由我们的行动促成，令尹大人，难道你就不好奇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关于爵，你知道多少？想知道吗？来，令尹大人，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放肆！令尹大人，意外吗？惊讶吗？更加出人意料的还在后面。如果我说这是爵早已做出的预言，你会怎么想？能够洞悉未来的岁主却在此刻抛弃了你们，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即将燃起的熊熊大火之上添加一些小小的柴薪罢了。我们来打个赌吧，漂泊者，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有关自己身份与过去的线索，至于我所能告诉你的则是小心。你是能与我们并肩的黑羊，拥有与我们一同走入这个新世界乃至改变这个世界的权利。等到你发现关于你自己真相的那一天，你会义无反顾地加入我们。残星会永远会为你留出一席之地，而我真诚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抱歉，漂泊者，烧痕所说的关于爵的事情恐怕会关系到荆州命脉，我暂时还不能透露给你究竟是他离间人心的障眼法，还是一切我必须要先找到爵亲自确认才行。爵是荆州的守护岁主，承担着辅佐令尹理政的责任，虽然最终的决策权仍在令尹手中，但如果没有爵仅由我一人独断的话，我并不敢保证自己的决策一定合理。哦，谢谢你的肯定，爵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就目前来看一切都在按照他所预知的轨迹发展，他的决策可能不一定正确，但一定是最有益于黄龙的决策。爵的用意或许只有找到他才能揭晓。另外，漂泊者，爵曾嘱托过我要我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你，暴雨逆流之时，苏醒之人请前往北洛野寻找夜归的将军纪言。是的，纪言将军正在北洛野率军抗击残象潮，那里也是我们对抗明世的最前线，但也正是因此北洛野实在是太过危险了。爵既然明确提到了暴雨逆流之时，那么前往北洛野的时机至少不会是现在。我明白寻找与你身份有关的线索是你此行最大的目的，我也不希望你这一趟空手而归，
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名为黑海岸的组织，他们是当今世界最神秘的组织之一，对于成员的选拔也有着极为独特的筛选机制，一般不会轻易向他人吐露身份。在你苏醒的那一天，黑海岸的成员曾经暗中联系过我，向我询问过与你有关的信息。但你可以放心，黑海岸有着一套能够预测悲鸣规律的系统，与各国都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他们虽然神秘，但却并非是残星会那种极端组织。黑海岸的成员现在应该尚在荆州境内，对你持续保持着关注。之前也是因为有他们在暗中牵线，我们才能够顺利会面。这朵黑花便是他们的信物，黑海岸的成员都会把它带在身上。能在如此张扬的行为之下隐藏住自己的身份，也侧面证明了他们的手段非同一般吧。这张照片你可以留下，在绝回归之前，我想你不妨试着从黑海岸入手。漂泊者，你怎么了？果然，你的过去一定与这个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被残星会的会监密切监视。若能找到黑海岸的成员，也能为自己多添一份助力。我也一定会尽快将其寻回，并将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告知于你。这是我与你的约定。一言为定。小华，运营大人，我在。我需要离开荆州一段时间，这期间，边庭的事务就交给你了。我明白了，那我是否还需要和往常一样保护那位漂泊者？不必了，此番离开，我与常离都将不在荆州，会有更多的琐事需要你周旋处理，维持局面。常离大人，要准备启程上京了吗？可之前中举台第遇袭一事毫无征兆，恐怕……先前中举台第一事，我们最早已提醒过漂泊者残星会的存在，但残星会手段的诡谲程度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如果再次遇到伤寒这般难缠的敌人，他终究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相信我，也相信那位漂泊者吧。我明白了，令尹大人，不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在。审讯和会面都已经结束了，伤痕需要的听众只是荆州的令尹与那位重要的客人，既已知晓他的目的，那随他心意便是。那位漂泊者读懂了你我寄托在信物上的全部意图，你作为测试，出于礼数，也应与他相见。这么繁琐隐晦的方式，恐怕也只有那位漂泊者有耐心了。莫现乎隐，莫显乎微，那位漂泊者明白。况且对手未知的手谈才更有趣些。
只要他按照绝所言前行，我们总会相见的。所以关于绝，伤痕对你说了些什么？绝预言他与我之间必有一战，这一战将直接关系到荆州未来的走向。还真是出人意料，但你看上去似乎并不怎么惊讶。与绝交谈时的种种细节，还有他留下的讯息，我心中早有征兆，只是一直对此怀有疑问。是吗？你最后一次感应到的绝所在的方位是哪里？是长霄山。不同于如今的荆州，那座山仍然在宁静之中停滞。绝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亦是最初荆州人的居所。原来如此。我会尽快将绝寻回。此为连环劫，举棋不定乃是大忌。金令尹，眼下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吧。我明白，事关荆州命脉，我绝不会允许事情有半点闪失。从伤痕口中听到此事，会令你的打算有所动摇吗？并无影响。伤痕的话于我而言，或许并非挑衅与离间，仅仅是令埋下的种子发芽罢了。我是绝亲自选定的令尹，或许他想要令我明白的，并不在于我与他终会兵戎相见，而是此战承载着荆州城的未来。既然如此，我要做的事情没有变化，依旧是以自己的本心行事，履行令尹的责任。是吗？荆杞秋毫之末，挥于泰山之本。常理老师，这是你曾对荆溪的教诲，不是吗？此行我必须独自前往。甚好，既已行至中盘，这一子是该交由你落下了。这次我便做你的棋子荆溪。无论这次危机是否跟以往都不同，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执棋者又或是一枚棋子，又有谁能分得清明？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完成我必须做的事情。